什么？嗯，你羊要好好保护子音，不要再让来搅。好的哈，我答应你们，这个 我前面我也跟你们说了，让你们拭目以待，你们慢慢慢慢的，你们可以一直持续着关注子音，然后看我的表现，好不好？真的，李阳人应该挺靠谱的，他穿的衣服然后也比较成熟，他的长相也比较成熟，我不知道他心里面就不知道成不成熟了，我不知道。慢慢慢慢了解吧，是不是？你这样说的话，你问我自己心里面成不成熟，我真的我觉得我自己一直都是个小孩子一样。唱歌吧子音啊，不，你们在我在让我当着李阳的面给我们唱歌，你们你而且现在大半夜的，是不是？你们前面我一直我经常都看到有人说让你唱歌，子音唱歌是不是特别好听啊？是不是？是的话你们打个是我看一下。不是，我觉得他们一直都在说，我觉得你肯定唱歌特别好听，是不是呀？我是没有那个荣幸，还没有听到过你唱歌啊。是。是，你看那么多人都是是，你们觉得是的，你们打个是好不好？哥哥也去刷一门，你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我觉得你们说让我在你们面前唱歌的话，我都觉得没事儿，我都觉得没事儿。但是在李阳面前我不是唱歌的话就有点点。对，我们先让李阳唱一首歌吧。你自己挖的坑你自己跳吧。不是我没有说让子音唱歌，我说是不是子音唱歌很好听，我没有说非让他现在唱，是这个意思。你们说让李阳唱嘛，让李阳唱好不好？别，你们别这样。你们说让李阳唱，然后呢让李阳唱的话扣个小一。别这样，你这不是那个吗？但李阳唱的话扣个小一吧，要不然你不是这不是明摆着让我来过来丢脸吗？是不是？不是，是刚刚有人说唱，然后你来，我的天，有那么多人哈，有那么多人，你看也有人打二的哈，有那么多人哈，有那么多人上桌，不要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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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不要这样，好好，很尴尬的，会很尴尬的，你看也有人，你看你的声音那么好听，你看也有人打二的，打二的就只有一两个嘛。好久没有听子音唱歌了，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好了吧，好听，是不是特别好听啊？然后呢让别不要为难我好不好、哦、那么多人，你看几百上千个人，你让我在这儿丢人吗？没事，我们丢得起个人吗？我丢不起这个人。我认输了，我怂了，好不好？好听吗？确实，你们打个你们打个好听好不好？李阳唱。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唱呢？你不是你们好听的，你们打个好听好不好？让我让子音继续跟大家唱吧，好不好？原来你唱歌这么好听啊。哎呀我的天哪，真的好好听啊。好听你们就打好听，然后我让子音多唱几句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们把好听打起来。不好。好，迟来的爱。迟来的爱。你应该。哇，好听！你看，大家都说好听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大家都说好听嘛？那你再唱几首吧。我唱完你唱了。你唱再唱几句吧。我的话，我可能要锻炼几天，我要回去练习几天，要不然。嗯，怎么？拿不出手哈，拿不出口，说不出口，讲不出口，唱不出口。真的是唱不出口。吹过。对你们，你看你这样子，你我你都把我搞紧张了，真的。对唱是不是？然后唱山歌，他在那边喊，我在这边。好听，但是太短了。你看，你要不你们想听子音继续唱的，你们打个一好不好？哎，你们把一打起来好不好？如果没有太多人打一的话，就下次吧，下次让子音念，好好念一首歌。一个一，你们三个的，可以吗？哇，可以哈，那么多一啊！唱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有点害羞，当着要不李阳的面有点，要不我把脸背过去，你唱，有点害羞，各位帅们，是不是真的？哎呦，爱美的李阿姨终于来了，今天。对，你们全屏
山一山峰一样自由一，唱的真好。你们想要听哪个嘛？你们想听哪个？你们点歌了哈，可以点歌了。李阳回家练迟来的爱。好，我迟来的爱。好，行，没问题。虽然我不知道是怎么唱的，但是你粤语的那个啊？什么粤语的那个？你们说要唱什么嘛？我的楼兰一步到破一。50年以后。啊。要不我回避一下。迟来的话，我就只会喊你两句。因为爱情。因为爱情声音太高了。像山峰一样自由。哦，那是多聪明。因为爱情。唱苹果香。你们这点的歌还真。苹果香就是那首的。安吉。但是因为爱情是两个人唱的呀，哥帅吗？我去上个厕所，你不要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因为爱情是两个人唱的呀，哥帅吗？因为爱情是两个人唱的呀，可能好听，是不是？啊，我都不知道该给你们唱哪首歌了。快，你们快点啊！我在那儿坐着的话，他可能非要拉我一起唱，但是我确实一句歌词也记不住啊。来，快唱吧。我清唱吧，就是这个传奇，我又唱传奇吧，好不好，各位帅们？我又唱传奇，然后呢，清唱两句就可以了吧，哈，不然的话现在好大半夜的。对，你们打个好吧，好。什么了？好，对，我又唱两句就可以了哈。因为就是唱太多的话呢，那就有点点害羞。嗯，好。啊，服了。唱噻。不是，我当着他的面不好意思唱，然后有点无损用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回避一下。那我回避一下。你回避没用吧？我能回避到哪儿去嘛？我一直是吧？真的，我真的想，我也想听，我也想听啊！真的，各位，唱吧，没事儿的。嗯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，梦想着偶然能有。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在眼前，想你是你在脑海。想你是你在心田，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，好吧，好了吗，哥帅们？大家鼓掌，好了吗？鼓掌，鼓掌，真的好听，你们打个好听，好不好？你们把满公屏好听，你看我的脸都红了。把满公屏好听，好听，打起来，好不好？好拼，好拼，好不好拼？不是好拼，是好听啊，真的好听。我没想到真的那么好听啊！你还有这，真的棒，太棒了！以后你每天。你要不你以后去做那种唱歌主播吧，好不好？你们觉得有没有这个实力啊？然后你来当我把音大哥，真的是好听。对，你们把好听打起来。你什么手的？来，各位帅们，刚刚说好的，再来一首，不唱了哈，唱太多的话就破局标注了，就是唱太，就是
唱了一天唱太多的话就是一天唱一次嘛，对不对？唱太多的话你们就听烦了，以后就不想听了。对，以后每天紫音开播的话就跟大家，对，明天再唱哈，明天再唱歌，每天一首你孙子系的来，你这个你，我给你开核桃吃吧，要不？你笑什么呀？搞得我再唱一首，李阳唱一首是不是？别，哎，我们等着你们。我们要让李阳唱的话，你就跟个小姨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要这样，你们想要听李阳唱歌，扣我小姨，扣一扣到200个，我就让他唱。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话有七八百多，你们全屏扣一扣到200个人，你们让一个叔叔让他给你们唱歌的话，其实真的是真的哈。让一个叔叔，帽子叔叔嘛，你们扣一扣200，然后呢，如果说扣不到200的话就不唱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的话呢，我们的凝聚力在哪里？家人们，直播间的哥也摔门。好了，我们的凝聚力。你刚刚你都给我挖坑了，你。我挖什么坑啊？是你唱歌好听，我本来我唱。那你坐着嘛，你坐着来。我紧张。你坐着。对，我们就是让李阳。我紧张呀。200个没到，我们就不唱歌摔门，对，全屏扣一。别这样，够了。停，200个就没有200个，我就不唱哈。停，你停不了了，看到没有？啊，300了，那个人说300了。对，你们全民扣一扣到200个的话，他又唱。来，你说唱吧，你就勉为。没有啊，没有到200啊，你没看到吗？哪里有到200了？有了，是不是？啊，真的，各位叔叔阿姨们呐，真的，我拜托你们了。你看才19个20，我拜托你们了。我下次我好好念一首歌。500了，你唱吧，你不是我不会唱啊，我又不会，不是我。我真的不会唱，我下次我好好念一首，然后我跟紫音大家合唱给大家听，好不好？你唱吧，你唱，我给你播。行不行？你唱，我给你唱。看你行啊，总。你唱的话呢，我就给你剥核桃吃，好不好？不，我自己可以剥，我自己在剥。你会唱彝族歌吗？对，我们说话要，你看他们有人说紫英说话还要算数，卖货吗？卖，都算卖哈。哎。今天这个直播给我搞累了啊、哦！你对我真的我跟你们说哈，我答应你们，不，我答应你们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你们这几天。你说话要算数，看到没有？说话不算数的，你自己。不是我。你会唱的哦？对，你会。我们俩一起唱那个敬酒歌吧，要不然你会唱敬酒歌的吗？敬酒歌我，我也不，我要看着台词，要不然。这样吧，真的，我答应你们好不好？我刚刚我没有说那个，我答应你们，我过几天我念一首，然后我跟紫英合唱给大家听，好不好？李阳，你给紫英一点面子吧。不是，你们现在这样的话，确实让我有点点小为难哈。真的，我不会，我要是会的话，这有什么呀，是吧？好不好？他不唱了。对，我过几天我们。面子吗？应该不行吧？你服了。你们对你们好的，你们打个好行不行？我到时候我跟紫英合唱一首，我要回去念呀，要不然丢人了怎么办？核桃都不想剥给你吃。然后再冲你。哎呀，不好，那你就和两个、啊、不，你就唱两句就好了嘛。唱两句。嗯。别为难我了，好不好？我过几天我跟紫英。和你看好，很期待，人家都说的，是不是？都妈妈。唱一首世上妈妈，对，你会唱那种世上只有妈妈。你滚，你就得感觉。哎，我就没。你就得感觉。就是唱两句嘛，唱两句就可以了。世上只有妈妈好吗？嗯。不是你在这儿盯着我，不好意思唱。你就唱两句嘛，哇。两只老虎都来了，哎呀。别这样好不好？
东方路。哎呀，吃核桃吧，我们吃核桃，给大家分享点核桃吧。你唱嘛，唱两句就行，唱两句。我明天给大家唱好不好？真的，我明天给大家唱，我答应你们。这样子吧，你这样子，今天晚上回去学两首，然后明天一首一首，两首对我来说压力有点大，我学一首行不行？还是放过他吧。不是，我学一首明天，好不好？吃点核桃吧，吃点核桃。走了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别这样，别这样。这样，子英，我答应你，明天我学一首，然后我们两个合唱给大家听吧。然后你把那个，主题是卖货是不是？好的好的。张子，你回去，今天晚上回去练一首歌。对。明天。好。好吧，各位朋友们，明天让他，今天就放过他。明天我跟子英合唱哈，不合唱的话我。合唱呀。合唱，好不好？那个那些歌不是那个。